边缘。很久没有跟姐姐两个人单独旅行，那现在有小孩子以后，基本上更没有机会一起旅行。因为我准备了一小段影片，然后想给她一个惊喜，关于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，然后做一些剪接。去说。哇，椰子加咖啡是本来就有这个饮料吗？他自己想的吧？哦。只是它有点寒，你可能不要喝太多。你要不要喝柳橙汁还是？我都喝茶，我好喜欢喝茶。茶可以喝吗？茶可以，无咖啡因的茶。我有无咖啡因的，你要热的吗？不用啦，其实我喝这个就好。这个。我觉得他们那时候蛮小心翼翼的，他们可能不知道是谁要来嘛，突然好像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，但是也就特别真实。正好我们今天录影的前一天。她公布了她怀孕的新闻，所以我们就更谨慎的在于饮食上就要更小心一点，因为才刚刚，三个月吧。这是那个花家隧道吗？我说你也太拼了吧，完全不敢。光来了，光来了，没有花，前面有。Oh my god！ 哇，上坡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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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失败了啊！瞬间脸涨红啊！哦，好美哦，好浪漫哦！来 ，Cheers！ 好享受哦，没有酒精，看起来像我最爱的，一点点，不明显，非常不明显，像果汁。你有觉得你的味觉有改变吗？有。变放大还是喜好度变好像很喜欢吃面食，我觉得很有酸，我很喜欢吃菜。介意我们在旁边陪你们一起吧？太好了，一起。我们在这边，蓉蓉有要求星空电影院，我们就先放从第一天开始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民宿的一些生活写实风格。很久没有跟姐姐两个人单独旅行，那现在有小孩子以后，基本上更没有机会一起旅行，所以真的很想说珍惜这次两个姐妹。然后星空电影，是因为我准备了一小段影片，然后想给她一个惊喜。我现在就想哭了。对，我也是。这为什么？就是关于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，然后做一些剪接。去说，你在哭了吗？收了，收起来了。这是我妹的影片。你准备的、啊？